大家好，我是阿维兰奇的某 A，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One Finger Death Punch 的高分挑战视频。从游戏名字大致能猜到，这个游戏只需操作鼠标左右键即可，左键向左攻击，右键向右攻击。简单介绍下游戏，红色箭头所指的是生命值，生命值最大为10，当生命值减低为0时游戏结束。蓝色箭头所指的进度条是表示进入奖励模式的进度，当绿色的进度条加满时将进入奖励模式。进入奖励模式后，每打倒25个敌人会出现一个加生命值的敌人，将其打倒就会恢复一个生命值。另外，你的生命值越少，奖励模式就越简单。黄色箭头所指的是技能，五个技能框里的数字表示的是还需打倒多少敌人才能发动该技能。这次游戏我选的五个技能分别是：一、恢复一个生命值；二、防御一次灰色敌人的攻击，也就是被灰色敌人攻击时不会掉血一次；三、防御一次非灰色敌人的攻击；四、清除单边的敌人的技能；五、清除全屏敌人的技能。先介绍到这儿，我们看视频吧。
Thank you.
3528分，看看排行榜能排第几。3720名，这游戏看来高手云集。看来多打一个敌人就能升十位的样子。好了，这次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